Hello， 我是嚟自香港粵東磁廠的 Martina， 是專門創作傳統手繪瓷器設計的。好開心今次能夠同嚟自日本的 Takeoka 神合作。Takeoka 神，不如你都介紹一下自己啊。こんにちは。私は日本の Takeoka Katsumi と申します。これから Martina さんと一緒に作品を制作していき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雖然言語上面我哋係唔識得去直接溝通啦，但係咧喺視覺上面咧，我哋好快就溝通到。咁佢即時喺個鏡頭面前將佢嘅作品加埋我嘅作品拼埋一齊咧，其實係一個全新嘅一個藝術品咯。因為平時我哋就專注喺瓷器上面啦，用翻廣彩嘅紋樣咧，啲好傳統嘅圖案啦。咁但係今次咧就因為會配合翻 Takeoka 神佢設計刺繡嗰啲顏色啦，係比較繽紛啲啦。咁所以個瓷碗咧都會係比較 colourful 啲，多啲顏色。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していただく相手の方が粵東磁廠同日本刺繡藝術家さん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た時はとっても嬉しかったです。それぞれの表現方法が違うので、世界観が全く違う世界観が広がるということ。在他們的刺繡作品裡面有很多很 iconic 的香港元素，原來在他眼中香港是一個樂園，好像一個很多不同的寶藏在不同的地區可以去找到出來。其實很普通很平常的例如蛋撻啊、的士啊，但原來在他們眼中是很有趣的。多分この方と一緒に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した時にこういうことが起こるんだなっていうことを想定外の化学反応を起こして素晴らしい作品ができるという期待感っていうのが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の楽しさだと思います。希望今次創作咧係結合咗傳統同埋創新啦，可以令到世界咧可以見證香港傳統嘅工藝技術。